做一款小乔小时候爱吃的美食。一斤面粉六克酵母粉，打两个鸡蛋，白糖60克，少量的盐，加220克牛奶，和成光滑的面团，加40克黄油，揉至有扩展性，醒发至两倍大。火腿切两半，穿上签子，面已发好，揉面排气，搓成长条，从下往上缠，二次醒发两倍大，油温70下面包，中小火炸至，炸大约2分钟，炸至两面金黄出锅。鸡腿面包请大家参考，鸡腿面包美的很，这个给它配一瓣酸，美不美？哼哼，聊炸了。